谢谢王根，来摸摸大师兄的肌肉，硬不硬？王根，来，试试这个，这个好玩，别去王根，加油啊！加油！来来来来，师傅，王根，师傅早，老爷早。 整天就知道欺负小伙计，不好好练功，将来考什么吃饭？知道了，师傅。老爷，您什么时候才能教我武功啊？等你这里长进来。杨哥，这谁家小妹妹？长得这么水灵，哥哥们陪你一起玩好不好？请你们自重，滚开！哟，这小腿儿还挺厉害的。让哥哥亲近，你就不厉害了。大师兄，摸摸。 别碰我！你看，哎，这一剑别碰，用我呢！我去！快点，快点，王哥，王哥，你没事吧？打，使劲打呀！ 哎呦，还来个厉害的主儿，哥们儿，今天这小娘们就让给你了，有种我们抱上家门。青州交手，张幼林，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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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筝被树枝刮破了，战友林，谢谢你。不客气，姑娘还是早点回去吧，告辞了。 老少爷们儿，今天我们鲍家教馆给大家练练摔跤和中翻。哎，提起这摔跤，大清朝不叫摔跤，叫什么？哎，叫撂跤也叫灌跤。哎，当时交手不叫交手，叫什么？哎，叫布谷。布谷。接下来我们哥俩先给大家耍耍中翻。我是鲍家班弟子袁彪，我是鲍家班弟子袁龙。来，兄弟，耍起来！ 各位父老，各位乡亲，今儿我们哥几个，哎，哥几个给大家表演摔跤。摔跤，我是郭家班弟子刘大宝，我是郭家班弟子刘二宝，在此代表我们郭家班给大家有礼了。哎，有礼了。哎，有钱的您捧个钱场，没钱的您捧个人场，吴君子不养艺人。谢谢您圈外一战一力的，多谢您大把的撂钱的啊，感谢啊。接下来。 哥几个，有，迈迈力气，好，帅开一场，来吧，有，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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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南的川，我山西的爆腿，蒙古的小嘚呵了，谢谢了，谢谢大伙儿。接下来由我大师兄为大家耍耍中分。瞧见没有，这是假的，没真的。要想看真的，哎，上鲍师傅那儿去看啊。走，怀中抱月。
击掌。祖先飞剑，好，好，乌龙搅水，来再来一个，放下。这是什么破玩意儿？假摔，假摔，糊弄人的玩意儿。这位兄弟，听口音不是本地人，难怪了。咱鲍家班在京城交界，那可是响当当的金字招牌，摆了这么多年交场，今儿还是头一回听人说咱是假摔，真稀罕。什么金字招牌啊？全是些糊弄人混饭吃的花拳绣腿。对不对呀，哥几个？花拳绣腿，花拳绣腿。这位兄弟口气不小啊，敢问是哪方高人啊？郭良杰门下弟子刘大宝，今儿个叫在场的老少爷们儿见识见识真正的摔跤。上这儿来比划摔跤，知道这是谁的场子不知道啊？这是前清单不行教头鲍二爷的跤场，谁敢踢啊？是不是？还敢来这儿？是啊。大宝兄弟，想不到啊，咱这些糊弄人混饭吃的花拳绣腿还挺管用的。又来了，你看，站住！站住！站住！大师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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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让承让啊！阁老师傅出手，承让承让，有弟子在，承让。有没有事儿，大师兄？你又是谁？张幼林。我想告诉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了，哎呀，滚回去吧！捣乱，别来搅场子了啊！滚回去吧！包师傅，真是岂有此理！郭良杰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师父，我是想，咱们初来乍到的，包二又名声在外，咱们应该给那个包二点颜色看，以后才可以在这个地方立足啊。谁知道，那个包二指使他徒弟使阴招，师父，他还出言不逊，羞辱您。他说什么？他说只有他鲍家教术才是独门正宗，说咱都是些糊弄人混饭吃的花拳绣腿，还说告诉你们师父要学摔跤，先学做人，教徒弟使阴招就是他鲍二的为人之道。一定要帮回来！谢谢师傅，真厉害！张幼林，今天你这招太厉害了。嗨，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对对，厉害啊！厉害厉害！走走走，走。张幼林。你是哪里人？
怎么只身一人跑到北平来了？鲍师傅，我是青州人，这次到北平就是专程来拜您为师的。好啊，这感情好啊。哦，青州，你可知道青州有个教师叫王其昌？我当然知道了，我从小痴迷武术，从七岁起就学习太极，十几岁开始跟随王师傅学摔跤，这次啊就是王师傅让我到北平来拜您为师的。呵，行啊，张有林，你学过的东西还真不少啊。哪里哪里，都是粗略通点皮毛，毫无建树可言。张有林，你可知道武林有规矩啊，不准带艺投师，这个你师傅应该清楚啊。再说你现在的身手已经很好了，我实在没什么可再教你的了。不是，可是我师傅说他那个……以后有空常来坐啊。鲍师傅，告辞了。哦，对了，这是王师傅让我转交给您的信。告辞。师傅，您就收张有林为徒吧。哎，张有林，你怎么会在这里啊？哦，你是青州教手，你一定是找我舅爷的吧？我叫李心怡，鲍师傅是我舅爷。来来，快进来，舅爷知道你救了我，一定会好好谢你的。不用了。哎，喂，舅爷，那个张幼林怎么走了呀？你怎么会认识他？今天放风筝遇上了几个流氓，幸亏他给我解了围，我还没来得及好好谢谢人家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每个习武之人最基本的武德，没什么大不了。心怡啊，你一个女孩子家，整天在外面乱跑，不碰上坏人才怪呢。哎呀，舅爷，这都什么年代了，难不成您还想让我在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当大小姐呀？什么年代啊，什么年代，女人也成不了男人。同学们，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了东北全境，但是蒋介石却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侵华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反而从1932年6月起，国民政府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在9月，蒋介石更是不顾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调集百万军队、200架飞机，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围剿，并实行物资封锁，严禁食盐、煤油、西药等物资输入革命根据地。钱老师，有人来了。嘘，啊，坐。同学们，接下来我们看下面啊。老师，这不是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吗？哎，这位客官，您出去啊？哦，您看能不能先把这几日的房钱饭钱结一下，三吊铜板。先给你这么多，余下的回头再补给你。哦。瞧瞧热闹去，看个热闹，一黑有四板。凡有人三招之内不被摔倒的，赏一吊铜板。我来。请，请。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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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我来。这又一个接了。上吧。怎么又是你啊？怎么着？我来不行啊？请，请。给钱！哎，要要钱了，掏钱吧！给钱吧，掏钱吧！哎，给钱！哎，掏钱！哎，真给力！快点啊！坐满了，该给钱！哎，一个一个来太费事了，来两个，一起上！哎，给我上！给钱，拿钱吧！哎呀，这回得给了，这样就给了吧，两个都摔倒了，啊，厉害！你看，哎，我跟你比，三招之内，你若能把我给撂倒，我给你一块大洋；如果不能，三吊铜板给我留下。嗯，一块大洋太多，三吊铜板正好。哎，这位兄弟。我劝你啊，还是别比了。今天这三吊铜板我是拿定了。师兄，师傅来了，师傅来了。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好你个臭小子，敢来踢我郭良杰的场子？今儿你要是能从这儿走出去，我郭良杰以后就不在北平城混了。舅爷，我舅爷呢？嘘，师傅在休息。舅爷，舅爷，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张幼林出事儿了。他自己闯的祸，让他自己收拾去。顾良杰他们输了擂台就以多欺少，简直是欺行霸市。张幼林人定生疏，寡不敌众。舅爷，我们怎能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呢？更何况人家还帮过咱呢。舅爷，您的正义感都跑哪儿去了？张有林这小子胆子也太大了，上次的事情还没跟他算账，今天他居然还敢来踢场子，一定是他师傅鲍二在后面给他撑腰。上次的事儿是咱们打了人家的场子，吃了亏，我正愁没处找茬呢，这次他自己送上门来了，我看他鲍二怎么收场。师傅，外面来了一个自称鲍二的老头，求见师傅。来了多少人？就他一个人。就说在休息。是。说曹操，曹操到。哎，这样，你过来。我师父说了，他在休息。告诉你师父，鲍二就在此地等候。是。
哎呀呀，不知道鲍师傅大驾光临，失敬失敬。郭师傅，搅扰搅扰。请请请。鲍师傅就在此地说话吧。好。鲍师傅今日到访，有何指教啊？郭师傅，我来问你要一个人。问我要人？不错。谁啊？张幼林。张幼林是鲍师傅什么人？他是我鲍二的徒弟。你鲍师傅的徒弟为什么要来踢我郭良杰的场子？小徒愚鲁，想来是前几日听了郭师傅高徒刘大宝的一席话，所以才特意过去一探究竟吧。我徒弟说了一些什么话？说鲍家班的胶都是些花拳绣腿混饭吃的营生，只有你郭师傅的胶才是独门正宗，所以我徒弟张幼林今天才想去看看明白，看看你们的真功夫。误会，真是一场误会。那好，既然是误会，那就请郭师傅放人吧。哎，不急不急。听说鲍师傅是酒神，平日里酒量通海，今儿略备薄酒，望鲍师傅赏。郭师傅，承让了，老夫不胜酒力，还望郭师傅高抬贵手，快点放人吧。哎，师傅，没事儿，没事儿。师傅，没事儿。师傅，舅爷，舅爷，你没事吧？啊，我没事儿。你怎么喝那么多酒啊，舅爷？舅爷。按祖师爷定下的规矩，这里不能再留你了。师父，我错了，我错了，您再原谅我一回吧，师父。欺瞒师傅，祸主姿势，郭家班的声誉差点就毁在你的手中，你还是走吧。呀，这么多好吃的。给小馋猫。心怡姐，你怎么不回家啊？我以前也和你一样，是鲍老爷收留了我。鲍老爷说，等我长大了，他还要教我练武呢。你饭量这么大，我可养不活你了。
行了，别装睡了。你是不是觉得心特慌，气特喘，四肢特别无力？对啊，对。哎，你怎么知道的？我要在屋子里憋个三天五天也一样啊。不一样。我有伤。舅爷说了，凭你身体的底子，这点伤歇个三天就没事了。啊？鲍师傅真这样说的？嗯，对啊。哎，怎么说你没事儿你倒不高兴了？伤好了我还有什么借口可以留在这里啊？什么借口不借口的，舅爷说了，按照武林规矩，只要来访的是武林中的朋友，不仅要管吃管住，临走还要送路费呢。真的？鲍师傅真这样说？那还有假？嘿嘿我猜你现在心也不慌了，气也不喘了，四肢特别有力，是不是？啊！女孩子太聪明了，不好。啊！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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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呀！呀！呀！哎，张幼林，你伤好了？好了。哎呦，听说那天郭良杰那儿的两个彪形大汉一起上，三招之内都没把。多谢师父前日搭救之恩。别叫我师父，我还没答应收你这个徒弟呢。要是师父实在不肯收我为徒，我就留在此地给师父当长工，不要工钱，只要管吃管住，能留在师父身边就行。哎，这个幼林哥可神了，两个大汉推都推不倒他，他就这样轻轻一使劲，两个人就都飞出去了。上次我和新一姐放风筝，幼林哥几下就把那帮坏人打败了。把馒头还给他。网根干什么？哎，你们没事吧？没事。走。王根，怎么回事啊？哎，哟，王根，张幼林，心怡姐，呀，你的脸怎么了？又跟那帮孩子打架了？他们太坏了，天天欺负那个乞丐。可是他们比你大，人又多，你打不过他们的。所以我要跟幼林哥学武功啊！以后谁要敢欺负人，我就好好教训他。哎，王根，见义勇为是好事，但是你要记住，练武不是为了打架，我们要以理服人，知道了吗？嗯，知道了。张幼林，擦擦汗吧。啊，不用了，这么干净的手帕，擦。
擦了就脏了。没关系，脏了可以洗啊。哦，小媳妇做完花帕，把新一姐要做小媳妇喽。哎，旺哥，你胡说。强子，这个你拿回去，我不要。为什么啊，心仪？这发簪戴你头上一定好看的，你拿着吧。我真的不要。是不是因为那个张幼林？受伤了，没事。哎，我这样，这样，这样，就把那小子打得直求饶。哇，长本事了啊！幼林哥教我的。张幼林，这是哪门子功夫这么厉害？哦，这是形意拳中的路数。形意拳讲究的是缩如张弓蓄聚力，出拳如放矢，小而紧凑如封闭，奥妙人难击。好，形意拳既然那么厉害，你干嘛跑来学摔跤啊？中华武学博大精深，岂是一门一派的功夫能够涵盖的？既然你拜在王师傅门下学跤，你不在青州待着，怎么又跑到北平转投鲍师傅来了？门派之分是武林历来的积习，少林也好，武当也罢，谁都有其所长，有其所短。其实啊，不管是哪一门哪一派，都有其必然的局限性。所以只有破除门派之分，才能真正的博采众家之长。张永林，你别以为自己学了几年拳脚，就可以在这里半瓶子醋晃荡。有什么真本事，今天咱们拉出来好好溜溜。哎，大师兄，都是自家兄弟，别为了一个女人伤和气啊！你起开，这没你事儿。哎，强子，我有什么说的不对的，或者做的不周的地方，你尽管讲出来。哼，你自己心里清楚。我不清楚。少废话，今天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众兄弟作证，谁输了立马卷铺盖走人。就是啊。鲍老爷，鲍老爷，没事没事，都不住手。练武之人应专心习武，切忌卷入是非，要把全部精力用在习武之上。都是自家兄弟，别为了一个女人伤了和气。今天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张幼林，你知道吗？北平学生自治联合会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敦促蒋介石接受联共抗日呢。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你怎么了，张幼林？我只想安心习武，不想卷入任何是非之中。心仪，非常感谢这段时间你对我的照顾。
以后，请你不要再对我这么好了。我照顾你，是因为你救过我。谁要对你好？谁要对你好了？政府应该马上停止内战，团结全体中国人，一致保卫领土，维护主权。打倒日本帝国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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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华北自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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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一，你没受伤吧？信一，你真的不应该参加这种游行的。为什么？你是个学生，在学校好好上课才是你的本分。更何况，你又是一个女孩子。国难当头，全体中国人联合起来抵抗侵略者，这才是我们每个人的本分。你以为，就凭你们几个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喊几句口号就能救中国吗？那你说。怎样才能救中国？你整天只知道醉心于武术，却看不见国家的命运、百姓的疾苦。你追求武艺精进，难道只是为了强身健体，而不是为了保家卫国？在这民族存亡的时刻，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又怎能置身事外？我们是学生，我们手无寸铁，但是我们至少在行动，我们就是要用热血和生命唤醒更多像你这样身强力壮却宁愿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中国人。心仪，心仪啊，嗯，你一个大姑娘家，以后不要老在外面乱跑。你爸妈生前把你托付给我，我这个当舅爷的就得管你。舅爷，我多久没给你捶背了？小时候我一给你捶背，你就知道我又馋糖葫芦了。等你毕业了，舅爷给你找个好人家，把你嫁出去。
心怡姐走了，心怡姐去打坏人了。心怡姐说中国人都要打坏人，旺根也要打坏人。可以为天皇效忠吗？啊，混蛋！以后由我小川圣雄来训练你们。是。你能够参加到这场圣战中来，这不仅仅是你个人的荣誉，也是你们小川家族的荣誉。是。作为天皇陛下钦定的武士，现在是你效忠国家的时候了。是。真是，你看这孩子多可怜啊！哎，真是多可怜啊！唱一遍，再唱一遍。嗯，给钱你唱不唱？公然和皇军作对的，就是这个下场。皇军！
太君，那个保民叫张幼林，他的师傅就是北平城最好的教师宝二。够了，把他带回牢房。是。司令，听说这个人的师父是北平城里的最好的教师，我已经给你们安排了一场公开的比武，你一定要把他打败。是。为我们皇军挽回面子，同时也杀一杀中国人的士气。是。下这样的毒手，旺根不能就这样白白的死了。走，找日本人偿命去。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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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都别动。老师傅，别冲动，大家都别动，先听他说。鲍师傅，旺根的死，我也很难过。可是，张幼林今天打伤了十几个日本兵。佐藤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佐藤提出明天举行公开比武，指明要你鲍师傅参加。佐藤他让我提醒你，张幼林的性命就在你鲍师傅手上。大家不要动，冷静。师傅，师傅，难道他们打死旺根就这么算了吗？我们跟他拼了，跟他拼了！停下！什么时候才能教我武功啊？可旺根不能就这样白白的死了。总统让我提醒你，张幼林的性命就在你鲍师傅手上。师傅，您真的要输给日本人吗？那我们中国人多丢脸，我们鲍家班以后还怎么在北平立足？今天如果赢了这场比武，不仅张幼林的性命难保，日本人也早晚会拿咱们交广开刀。日本人欺人太甚，咱们跟他们拼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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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你们拿什么拼啊？国恨家仇，自有清算的时候。今天的比武，你们谁都不许妄动！师傅！师傅！师傅无能，连旺根这么个孩子都保护不了。师父只能带你们这一程了。强子，你是大师兄，带着师弟们趁早自谋营生去吧。
小川，你今天的表现非常出色。这个宝二是故意输给我的。这场比赛我并没有真正的战胜他。你挽回了皇军的面子，又杀了中国人的士气，这就够了。可是佐藤司令，你不觉得这场比武我赢得非常不光彩吗？住口！小川，你给我记住，这是战争，绝对不是单纯的比武。你代表的是我们大和民族，而绝不是你小川自己，你知道吗？是。夏中的红蜻蜓，请你告诉我，童年时代遇到你，那是哪一天？七小兰来到山上，桑树绿如茵。纯子。圣雄，真的是你吗？圣雄，你怎么会在这儿？父亲战死在中国后，母亲不久也病逝了，他们把我送到京都的一妓院，在那里一待就是十年。圣雄，不要忘了我。圣雄，后来他们招募一妓来中国慰劳官兵，我就来到了这边，埋葬了我父亲和我童年的土地。可是我看到的却是比我们更悲惨的百姓。为什么？都是因为这场战争，都是因为这场战争。我们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这真的是圣战吗？我们来到中国为的是什么？战争难道不应该是军人和军人之间的较量吗？为什么要害死那么多手无寸铁的百姓？可是我是一个军人，我是一个武士，我的生命不属于我自己。圣雄，圣雄，圣雄，你别这样。
下去，快砍呐！啊！皇军有令，为维护社会治安，严禁一切形式的民间武术组织，如有违抗者，严惩不贷。皇军有令，为维护社会治安，严禁一切形式的民间武术组织，如有违抗者，严惩不贷。回到王其昌身边去。王师傅已经过世了。王师傅临终前让我把那封信交给你，说您看完之后一定会收我为徒。幽灵，我和你师父本是同门师兄弟，从小一起练武，情同手足。可是因为年少气盛，我们为了一场比武，竟然20年不相往来。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生死相隔。原本情同手足，一朝反目成仇。但问所谓是何？今朝万缘已空。师父，师父，新一姐去打坏人了。新一姐说，中国人都要打坏人，旺根也要打坏人。你整天只知道醉心于武术，却看不见国家的命运，百姓的疾苦。你追求武艺精进，难道只是为了强身健体，而不是为了保家卫国？在这民族存亡的时刻，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又怎能置身事外？这就对了。师父，谢谢师父。
点，够快点，听见没有？快，吃的饭哪儿去了？都喂狗了！快点，快点，来。行，这你甭管了，这都弄完了。简直是废物！使劲啊！哎，往里，往里，往里啊！都给我快点啊！来，接着齐了。你小心。行。哎呀，好车！你给我快一点！听见没有？起来！没吃饭呀你啊？你没吃饭呀你？别干了，快抬吧，扛起来。二三，这是来帮一把，来，哎，快点啊，哎，来，搭把手，起动。老板，咱这工钱也该给了。哎，接吧，工钱。对，好，我想什么时候给，就什么时候给你。来。那您现在就管完了，都弄完了。现在，来来，我给你，给你。媳妇儿，这边来，接着齐了，飞吧，小心。哎呀，好车呢。哎呀，哟呵，张幼林，又是你，你还敢在日本人的地盘上捣乱？这里是我们中国人的领土，这些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哎，刘大宝，你还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吗？嘿嘿，俗话说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张幼林，我警告你，少管闲事。刘大宝，你可以出卖自己的尊严，出卖自己的良心，但你绝不能出卖自己的同胞。今天必须把工钱给人结了。好，钱在这儿呢，有本事你过来拿呀！别动，发工钱了！哎，哎，工钱了，好，工钱了，好了，哎呦，这下算好了，谢谢大哥，多亏了你，是啊，工钱了，工钱也拿不到我，走，不容易，是啊，谢谢了，来，干了。这个刘大宝竟然做了汉奸。嗯，虽说我早就把他逐出师门，但他毕竟是我们郭家班的耻辱。郭师傅，刘大宝帮着日本人欺负咱们自己的同胞，他的这种汉奸行为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耻辱。嗯，日本人禁止我们所有的民间武术组织，就是为了弱化我们的民族精神和体魄，以便他们更好地奴役我们。日本人在我们中国的兽刑天理难容，我们绝不能这样坐以待毙。可是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是啊，也许我们每个人单凭一己之力确实难以抗衡日本人的军队，但是我们有40000000同胞啊，我们全体中国人只有团结起来，才能用自己的拳头把侵略者赶出去。郭师傅，我今天请您来，就是希望两位师傅能够捐弃前嫌，同仇敌忾，组织劳工们秘密习练武功，自救救国。好，好。徐先生、徐太太，你们回来了。啊，哎，回来了。自从上个联络点暴露，我们又牺牲了几个同志，佐藤的安全防卫更加严密了，很难近身呢。哎，我们行动的时间不多了。
什么人？心仪，师傅，你看谁来了？心仪，舅爷。哎呀，真是我们的心仪回来了。舅爷，这么多年不见，您老多了。谁说的？你舅爷身体棒着呢，就是担心你。当初你留封信，说是干革命去了，这一走啊就没了音讯。舅爷啊，还想今后能不能再见到你呢？舅爷，自从选择了参加革命，心仪早就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只是时时想起未能孝敬侍奉舅爷，觉得心里歉疚啊。心仪啊，舅爷虽然年纪大了，可是脑子不糊涂啊。心仪啊，你虽然是个女孩子，却能有大丈夫作为，舅爷真的为你骄傲啊。舅爷，好。幼林，你们知道吗？这些年，日本人在南京、开封、徐州、重庆等地烧杀淫掠，惨无人道地杀害了数十万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所到之处哀鸿遍野。而蒋介石政府对日又采取消极战略防御，致使日本人得以抽出主力，对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烧光、杀光、抢光的残酷扫荡。佐藤作为华北区总司令，直接领导这些罪行的实施。我这次回来的主要任务，就是秘密组织暗杀佐藤。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心仪，让我们也加入这次行动，让我们也出一份力。今天请大家来，是要商定暗杀佐藤的行动方案。自从上一个联络站暴露以后，佐藤的安全防卫更加严密，很难近身，老的行动方案已经无法实行。我们对佐藤的行动路线及其规律做了详细的跟踪记录，临时调整了一套新的方案。佐藤每天早上8:20从寓所出门，他的专车前后各有一辆护卫吉普，大概在8:30左右经过这个十字路口右转。我们要设置一个路障，等佐藤的专车一转弯的时候，我们用路障扎坏后面吉普车的轮胎。同时，老枪，你和刘二宝拉黄包车故意相撞发生口角，阻断专车和前面吉普车的联系，外面情况去了。日本人，大家赶紧从密道分散，快！郭师傅，老枪，你们两个保护老徐，李同志、刘二宝，你们保护心仪，张有林，咱们俩留下来拖住他们。舅爷，赶快走！心仪，快走！有林，走，走啊，走！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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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快，快点，跟上！快，快，快，快！娘，娘，娘，娘！
父，师父，我的东西，你已经有了，照顾好，照顾好，心仪。强子，太好了，终于甩掉他们了。强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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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死啊，强子。强子，你不能死啊！强子，强子。师父当初是为了救我，才答应日本人的条件，假书的。现在，我要为师父证明，我要公开日本人的阴谋，给日本人施加压力，然后提出比武，迫使他们接受挑战。我不同意。日本人现在正要抓你，你这样无意暴露自己，那太危险了。我不同意。暗杀佐藤的行动，已经无法按原计划执行了。徐老师和郭师傅他们也生死未卜，现在只有这一条路。中国人公开挑战，佐藤一定会出席比武，到时候我们就能寻找机会下手。他们当初用你威胁救爷，这次一定还会不择手段，我担心。心仪，你不是说过吗？国难当头，民族存亡的时刻，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置身事外。佐藤罪行累累，一天不出，就会有更多的同胞家破人亡。如果用一个人的热血和生命，能换来更多人的觉醒，那我们还等什么呢？有理。岂有此理！是哪家报声音的？马上查封！是。这个张幼林，当初就不该放了他。既然中国人已经公开挑战，这场比武我们一定要应战。其实我要杀他易如反掌。不，我早就想会一会这个张幼林，我已经做好准备，这一次我要真正的战胜他。近来我们与共军的几场交战，连连遭挫，士气低迷，在这个时候，这场比武就更加事关重大，你应该明白。是，我当然明白，失败将意味着什么。
请佐藤司令放心，我以我们小川家族的名誉和我小川圣雄的个人性命担保，这次比武绝对不会让天皇陛下蒙羞。中的红蜻蜓，你在哪里？
师父，幽灵打败了小川，为您雪了池正了名。但唯独一件事，我也许无法替您做到了。张幼林，心仪，我要走了，来这儿和舅爷告个别。你要去哪里啊？回敌后根据地，继续参加革命。那我祝你和徐老师幸福。我们是化敏夫妻，为了掩护工作的需要。这么说，你们不是？师父，您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心仪的。